要挨十九天，今天整点小海鲜啊。真香，好喷点儿。吃吃脚，老公。嗯。刚才我看你往屋里拿一堆那个什么像画似的，啥玩意儿啊？那是我给你准备的惊喜。啥玩意儿啊？海报。啥海报？小孩的海报啊。那干啥？我准备把它贴墙上，然后让你天天看着它，然后营造一种气氛，让你和我，咱们两个。更快的拥有一个自己的宝宝。你好像有点病吧？现在你是不是疯了？要孩子妄想症啊？有点着急了，老两，主要没人给啊。你不着急，我能不着急吗？而且我老丈母娘也特别着急。这老爷们咋的？我天哪！自己不行吗？还真想要。为什么是一定是我不行？骗我！也可能是咱们两个的缘分没有到而已。指定我真行。我更行。你们相信我吗，铁子们？铁子们为什么要相信你？铁子跟你试过呀。你看我，就非常行。